大家好 ，ST 导航今次就介绍 Tomica Disney Motor 嘅 Julie Way 嘅第三季嘅呢架，其实呢个 model 叫咩名咧？唔记得咗，系佢第二季冇出过咯。咁第一季佢系 Lulu Truck 啦，系啊 ，Lulu 货车。咁今次就系啦，米奇老鼠啦，上次米妮，咁今次系米奇啦，不过就唔系佢最经典嘅。紅褲米奇啦，而係佢著住金色 T 金色西裝嘅嗰只米奇老鼠啦。咁就之前係香港迪士尼樂園嗰乜鬼頒獎典禮咁嘅嘢，類似。總言之，個好似扮喺頒獎典禮嘅表演嗰時著過嘅嗰啲金色衫咯，唔知佢有冇喺其他場合啦。我只知道香港是有那個場合，他是穿那件金色西裝的。不過今次他沒有印到，你看頂帽都知道他是穿西裝的那一隻，始終金色才襯一些珠寶的東西，始終他紅色又沒有穿衣服，很難弄紅色和黑色進去，因為這些男仔色多謝你們兩個設計，我唔系奇粉嘅，但系暂时呢架货车 keep 到都系俾老鼠角色啊，竟然冇其他角色用过呢个壳抽奖券。系啦，布泰、友泰，啊 ，Mickey with a top hat 。哦，顶帽好型啊！系咪咁啊？应该系啫，吓唔系啊？有顶住啲嘢好烦，又唔系喎？点解两边都顶住嘅？喂，点啊？睇翻张说明书先。咦，冇嘅，有张说明书。卡你，我系咪喺度？睇先。大系咯，系呢边噶喎，大入呢边啊嘛？点解入唔到嘅今次？哇，十度啊！系啦，咁应该都问唔翻出嚟嘅。咁今次隔嘢都几金碧辉煌啊，系咪米奇老鼠九十岁啊？唉，九十岁。系啦，今次都系黄色半透明碌啦，不过就连个车胎都有银色啦，而唔似上次白雪唔系，咦？白雪公主啊，系白雪公主就印金色嘅车铃，但系冇车胎，佢今次车铃同车胎都有，不过系银色啦。唉，九十岁啊，估你唔到，咁几位其实？因为我阿爷应该都同你差唔多噶啦，如果佢未走嘅话，黐线，估唔到佢同米奇又差唔多大，可惜唔似卡通人物啦。有人话就在世嘅，咁啊，今次个设计就系咯，佢今次个兜系。星星啊，系咪表系咪好似表演咁嘅 feel？ 系点解我谂起魔法，我谂起魔术表演都唔知点解。系啦，咁呢度又系 cushion 啦，又系 cushion 设计。咁之唔系老鼠就系佢多多啦，佢衫佢嘅条裙亦都多多。入面都冇嘢，正常。系啦，咁呢度就印咗一个名啦。咦 ，Mini Mouse 都有原来，又咪系老鼠，后面都有嘢。都系唔到。其实呢应该整多两点啊，唔知点解冇啦，真系可惜。几有趣。咁呢度打开就系求其放个呢一个人头入去啦。系啦，咁样咧。咁啊，设计唔错，只系零零舍舍。這個車頭的這個
咁嘅裙仔位系金色，但系就变埋好似有啲怪啊。米妮老鼠全白色噶嘛，佢呢个位系咯，唔知阿玲写呢条表金色啊，兜埋入面添啊，好冇咁劲嘅。我唔系呢个金属嚟噶，我唔系呢个都系胶，呢、這个都系胶。佢唔知点样喷得咁准啊，个位系咯，系得少少渗咗去下面车底，不过算系睇唔到嘅。系咯，咁呢格就应该系第一格男性角色，系嘛？啱埋 Dumbo 小飞象都系啱啱第三季，系啦，即系米奇同埋小飞象就成为呢个系列第一批男性角色嘅。我叫啲水晶车醒 JVV 真系好难读得靓，咁啊系啦，几有趣，系啦，都去到第三季先有米奇的。米奇喺度最劲，最出名嘅啫。嗯，系啦，咁暂时应该都冇乜其他嘢可以睇嘅啦。咁好啦，系啦，呢两撇呢撇老鼠齐晒啦。咁好，今次呢架金米奇嘅 Lulu Truck 嘅介绍就嚟到呢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